港天文台的抱负是以科学保障公众安全，共创美好社会，成为卓越典范。这些都是建基于天文台的核心价值，以七个英文字母 Science 科学连成一起。生命得以延续，有赖地球大气的保护。我们今天看到的蓝天碧海、青山绿水和四时景色，和季节及天气的变化丝丝紧扣。四时更替，气象亦变化万千。一直以来，天文台和市民风雨同路。我们预计今天的台风中心会在 B 那里。近年每当台风逼近香港，天文台利用安装在飞机上的气象仪器收集数据，更精确掌握风暴的位置和强度，提升预报能力。高空及近地面观测同样重要，我们致力维护每一个气象站及仪器，确保在风雨中提供可靠的数据。天文台掌握全面的观测和预报数据，结合先进科技，适时发出各种预报和警告。更同时透过多元化的发放渠道，令信息几乎直达每一个人，方便市民为天气变化及早准备。天文台亦为航空、航海及不同用户提供贴身资讯，令他们适时应对天气的变化，作出有效的决策。除了监测天气变化及适时发出警告外，天文台就一些潜在威胁，例如地震、海啸、核辐射事故等，建立了严密监测系统，亦因应情况和其他政府部门制定应变机制。一切都是为了用心服务社群，守护香港。天文台与时并进，利用创新思维及科技，不断开发崭新服务，包括成功开发全球首套用于机场业务运作的激光雷达风切变预警系统。西面出边输入通知上边咧。诶，喂，我哋天文台啊，想通知你最右边输入10。Roger。Today 666 caution wind shield plus 15 knots on approach.我哋努力不懈，克服困难同挑战，保障航空安全，使香港机场充分发挥航空枢纽嘅作用，照顾旅客及市民安全之余，天文台亦不断加强同推出新服务，包括率先开发互联网页同流动应用程式。提供贴身天气资讯，并积极研发适合不同社群需要的资讯服务。天文台自行研发的暑热压力测量系统，成功注册成为科学发明专利，标志着同事们努力创新的成果。天文台人员热诚不懈的精神，启发感染不少青少年和市民成为天文台之友及天气观测大使，向公众推广天气及科普知识。百多年来，天文台和市民风雨同路，在非常刻苦的情况下，我们的前辈仍然坚持记录气象观测，充分体现专业及坚毅精神。时至今日，这份精神亦传承落嚟。正因为天气无疆界，
天文台积极同伙伴建立跨地域、跨界别的海、陆、空多元合作，对香港、亚洲甚至全球均有裨益。天文台和周边地区交换气象数据，并建立了多个资讯系统，包括世界天气信息服务网，让市民更方便查阅世界各大城市的官方天气资讯。本港方面，天文台和政府飞行服务队及航空公司合作，利用飞机收集高空气象数据，以及和志愿观测船舶和邻近地区加强合作，收集更多广阔海洋上的天气观测。这些珍贵的气象数据有助提升预报的水平，从而令天文台进一步提高服务质素。我们亦制作教育节目，举办公众讲座及天气观测课程、开放日以及青少年活动，并积极推动社区天气观测计划，鼓励学生及市民亲身进行和分享天气观测，希望将天气知识及防灾意识推广并传承下去。香港天文台昼夜不停，无惧风雨，以科学、创新和多元合作，致力提供以人为本的优质服务，提高社会防灾及应变能力。展望未来，面对社会不断变化、科技日新月异及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天文台将继续精益求精，保障公众安全，共创更美好社会，成为卓越典范。